然后把这个螺丝全部拆掉完。是边缘的螺丝，这一圈边缘这一圈的螺丝。然后看一下，这个是发热管的线。你首先要标上记号，标上记号以后，然后把这个线给它剪断。把发热管的线剪断。然后把这个机器翻过来，翻过来以后，然后把这个上面的盖子螺丝拆掉。然后把上面的螺丝，所有的螺丝全部拆掉，只拆上面的。把后盖拿开，这个地方有三个螺丝，三个螺丝拆掉。螺丝拆掉了以后，然后这个发热管就可以拿出来了。然后再放两条新的发热管插进去，按原来的标记接上线，然后打上去就可以了。